近日，赵薇与友人聚餐的照片被曝光，照片中赵薇和一群友人包间聚餐，从长相上看都是香港圈的朋友。赵薇穿一件黑色卫衣，还把帽子戴在头上，面带微笑，看样子心情不错。不过网友觉得赵薇的造型有些奇怪，直言戴这个帽子是啥造型？还有网友说看起来有些憔悴。3月19日凌晨，许久不曾露面的赵薇在微博晒了一张宿醉自拍照，并写道：“祝生活。”文末配了一个爱心图案，简单的三个字足以证明她内心饱含幸福的满足感。与黄有龙结婚10年，女儿小四月即将8岁了。婚后家庭生活美满幸福，一家三口享受天伦之乐。淡妆出镜的赵薇身着白 T 恤，长发披肩，肤白貌美，风韵犹存。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42岁的她皮肤白皙零瑕疵，保养的状态超逆龄。刚出道时古灵精怪的小燕子已经是成熟稳重的女强人了。女神视角的自拍气质就是与众不同，网友直呼薇姐又喝酒了，又喝多了吧，一定是喝醉了。喝多了大半夜醒来看到美女还让人睡不啊，亲爱的早点休息。